民国八十三年的时候，咱嘉义市政府甲征收，因为咱八十三年刷去新的所在。市政府征收去了呢，遐有起几个厝，就电话呢交这个地检署。我来讲，咱这监狱原来有十四家。我讲十四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台中拄啊来遮的游客呢，伊甲我讲，啊，我十四家的你掉了。哦，我安尼一间拢互你管，结果真正讲台中有一个十四家。进监狱呢，伊了呢，征收伊了，本来这个所在呢，嘉义市政府嘛要征收伊，要征收伊种啊，都嘉义大学的校本部了。这什么时候的？这个很多专家学者学生来抗议。你抗议的时候，你拢无来哦。他们抗议的时候呢，咱嘛叫警察甲围起来。几啊间厝在宿舍区，这个有咱古迹区，咱即摆要甲退吼。在这个弯江咧住，咱甲退袂当啊！即摆有住四十八户了，啊要甲退袂当啊！咱甲讲啊讲，也无互你住甲这个人哦。恁这代的人死，啊就卖住啊！伊讲好啦。我若讲话，讲讲到有人要看，我拢叫唔好去甲看。唔拄好你无看，伊有看哩，你就麻烦了。我讲，哎、欸，你不要不相信，监狱很多灵异事件。咱由国家哦编预算来拜拜哦，七月的时候咧拜拜做大条，因为有人说监狱很多冤屈。家长对你浏览一下的。这个是马桶，马桶。现在所有的监狱都不破产，你觉得五年干那边这草民，湖南的这草，马来这鸟渣塔，马来呆狗，听这会给改掉了你祖先今天这啥？这巧克力，我感觉西瓜都不会上山。现在还有监狱的比赛，你在那绝对厉害。那位同学，你呆了没名头，万一间再卖酒店，得到幸福指标，你赶快来带几个。在嘉义市的灯位就是这个五福临门，五只老虎栩栩如生，惟妙惟肖。我来跟你讲，讲这是用一百万计牙签做，你就讲哦，那只老干部看，这是新的干部做，用一百万计牙签做哦。在前面，叫做十全十美，赶快的新的干部做。还有一个人刚刚说啊，那你们放一次，放一次，你们那个不带我，要死我！六块，长下高了哦，每个造型都不同，连那个沙皮狗的皮肤都错错的。我在介绍的时候，有一个小朋友来打球嘞，龚老师，我长一起来，我跑多你们这十减十嘞。我嘛，上岸歇一下。结果看人家五龟家，人家剩啊，有人剩高只。伊只高底下咧看迄水底，啊水底咧反射出来，所以你也看到十一只。你着知影讲作者伊老筋偌年啊好，你着知。迄、那个角啊遐有一个水塘，哦，看这作者头壳偌好，你着知。好，我们赶快来，赶快来。狗哎、欸！妈妈的，妈妈哎！这里啦。嗯，是杨轩啊。这个人。行到这时，你就要静静的听我讲，不是我。我讲，
咱即摆行咧，来到这，行伫前面的有五人，你唔通入去，先甲看，伊的签字就是安尼，内底就是你啊，有人甲你会听到的。伊可以把我搞修理啊！监狱的人，阴阴森森的，而且真正内底更潮湿了。咱这个有在从参观，我这边是看他，你得轻视他，藐视他。第二个，绝对不能拍照，拍照你是违法，未使拍受刑人了。第三，更不可以跟他交换纸条，啊，甲问讲啊，你身体好无？搞弄脏。啊，伊嘛袂使甲你问，你若甲问阿姨甲伊讲，你甲阿哥吼拍一通电话，啊，你就害啊！我来讲，所以讲拢袂使，这一定爱知影讲伊。我即摆要传恁即个，因为安尼，我特别讲啊，有个人无爱行入来即落，即下班无爱行入来，有个人对遐行得去。啊，你若无爱行，我来行外口，入来是我们做生意就放小一点。日本的都没换过皇帝，你敢知道现在的皇帝第几代？现在的皇帝是第125代，所以说日本的皇帝都没换。相传的说这个天照大帝的对西元660年传下来日本就是这样。来到这准备记得尾声，我来说所有受刑人呢有四种刑具，第一个叫做手铐，这如果没跟你说你就等于都科技都无过。第二个叫脚镣，
第三叫练手，咱若要出去做工嘛，咱三个无会练到位。第四叫做补神，就是该拔的。伊内底这个刑具呢，有伫伊内底，你会使看。啊，呾发现咱内底有一种十五公斤的脚镣，你啊拖安尼骑，十五公斤哦。现在脚镣不得超过两公斤。你若超过两公斤，讲你内在球啊！好，大家跟我来。是啊，一斤十五公斤，你肯定要减。要不你没起来，十五公斤要不你没起来。哎，意思你怎么搞得清楚？哦，外面还有很多人呢，赶快跑到外面还有很多人呢。哦，对的，我还要走一趟。来到家，来到这里，这里最漂亮。这是典狱长的办公室，以前我这门啊，这是以前这样说，伊是典狱长，我咧管理犯人。这是典狱长的办公室，以前的典狱长有住户，啊，佮有配刀，官愈大，配刀越短，因为将军拢拿手枪，步兵拢拿步步枪等等。所以我们来到家，我们已经累了，各位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我给你点一盏泡茶给你喝，要喝含咖啡的举手，赶快可以休息一下。里面点一盏的助理也在这里。好，我跟各位解说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有一句话要交代各位，关于你家人们跟你都不说再见。欢迎各位再来参观，不要说再见。好，我们还有第二堂课，你看。